最近这波剧有点多呀，先是由秦岚、佘诗曼等人主演的宫斗大戏《燃起攻略》爆红，全网开启疯狂追剧模式。又是张天爱、张若昀主演《爱情进化论》开播，被称为内地版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，贡献了一大堆职场女王造型。最近又开播了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大 IP 香蜜沉沉浸如霜，杨紫、邓伦耍宝卖萌圈粉无数，尤其在暑期黄金档的尾巴上，谁都想分得一部分收视流量。《延禧攻略》号宫斗稳坐头牌，《爱情进化论》中张天爱凭借高颜值扳回一城，到了香蜜沉沉浸如霜这边，主演们可就更厉害了，花钱买热搜算什么？女主杨紫直接凭借一己之力发动了半个娱乐圈来做宣传，家有儿女好 CP 张译山首当其冲，曾在家有儿女中客串过，出演楚乔传的牛俊峰。看这截图似乎暴露了什么，牛牛和大嘴猴的互黑日常，高能少年团好队友王俊凯、王大陆、董子健等，欢乐颂姐妹团刘涛、王子文、蒋欣、乔欣等姐都纷纷发博力挺演员李天林、李现、马可、罗云熙、魏大勋、毛子俊、任嘉伦、马天宇等等也都纷纷发博，几乎都是亲切称呼对方为哥哥弟弟或其他昵称，现哥哥、大勋哥哥、小凯弟弟等等。